喝一点，你先做一杯出来，让我们喝一喝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啊！过！是这样的吧？我觉得姜不是这样拍的，乖乖，你好可怕啊！一定要拍姜吗？我记得也好像不用吧。等一下啊！哎，你说这里面我要放点可乐呢，是不是很不错？我随便乱说的。你这一次都没做过的人，你还想往里添油加醋，是不是想太多？哎，我的是不是得拿这个？烫，烫，烫嘴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你们一点都不浪漫，一点那种形式感都没有。你浪啊，你放嘛。这不烫手吗？这个暖呢，这样抱着会很暖。好。啊，完蛋了！半年没放枣啊？嗨，你这能是个啥味儿？你放糖了没？糖我放两块应该够了吧？喂，有点香哎。我们小火微炖，这样营养才能更能渗透在这个汤里面，扩散开来。嗯，主要就是让枣熟了。不要拆粉，谢谢。那男的就可能会不怎么爱喝这个。嗯，没事，我可以强迫他喝。好嘞，好嘞。就比如说，我可以强迫你喝，你知道吗？强迫你喝。哎呦，那个喝了之后你就不会这么冷。上江小白吧，还是江小白吧？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很不错，你们尝尝吧。吃啊，快点喝进去！我就不信了，今晚上坐在这里吃饭的女人，没有一个人不把自己的头发吃进去。给我喝进去！你掰着。你什么表情？就是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口味，是什么口味？我觉得很好喝，让弟弟尝尝吧。是什么什么状态？就是 OK 的，可以的，不像是个甜品。这枣太脆了。好，好喝，确实确实是好喝的。至少你第一次做没有失败。多放枣，我觉得你这瓜少放点。好，就这样吧。那个尹正哥要多久啊？